爹，他，你爹，他为什么要对我的家人下手？如果你敢伤害我家人的话，我一样跟你拼命。我说他怎么恢复的那么快？原来玄机在这儿啊！我是菩提啦。 杀鸡去！啊，又吃！哎，娘娘，娘娘息怒，娘娘稍等啊。我说你是不是傻？你得罪了他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一天一只鸡，鸡也受不了。要是帮主回来了，拿什么叫交代啊？鸡生蛋，蛋生鸡，子子孙孙无穷尽啊！哎呀，你这光头佬，你担心什么呀？我的鸡呀！他说吃鸡就杀鸡呀！ 啊，你不动脑子想一想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王吗？我看你呢，还挺机灵的。以后你替我办事儿，我会罩着你。嗯，去杀鸡去。走，杀鸡去。稍等。鸡呀！你。 能行？两个翅膀，两条腿，嘴尖脖子长，跟鸡有什么区别呢？哎呀，一样啦！你把它肚子刨开，里面放上糯米、香菇、大姜块什么的，煲它六七八九十个时辰，把它泡得又大又软。你说跟鸡有什么区别呢？对呀。哎，你个对，你这个光头佬，你怎么能骗人呢？一只鸟怎么能说成一只鸡呢？啊，对不对，三十娘？ 哎呀，胡拐啊胡拐！你不光拐，还学会骗了。哎呀，金钱落地，人头不保。看来这功夫很久不练了，有点生疏了。啊，大队长，大人大队，啊，小的给你杀鸡去，啊，谁家里请？谁家里请？三十娘果然铁面无私呀。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？美丽、大体、聪明。那你还敢骗我？ 萌萌啊，萌萌，你敢蒙到我头上来，再有下一次，金钱可不长眼睛。嘿，又请么么哒了。什么么么哒？么么哒。 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哎呀。 现在越装越像了啊！羽毛啊，哎呀，这个衣服，这个耳环，这……你活腻了吧你是不是？啊！哎呀，你就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来呀，我跟你拼了！找死啊！活腻了！你是不是演戏演疯了？说什么？我看你。 是想死，对不对？我一张，我死。行。哭什么呀你？啊，你刚才厉害的都跑哪儿去了？我错了，你长得太漂亮了，我情不自禁啊！情不自禁什么？我看到你就想到我年迈的母亲。 我刚才碰你也是想到了他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这几年轻的捡到你啊！不是，我姐，你说过男儿膝下有黄金呢。那我怎样？我给你钱，我给你车，给你好多钱，求你不要杀了我。你刚才的厉害都跑哪儿去了？啊？你刚才摸我耳环的时候呢？啊？耳环跟我姐。 一样的那个胸长的也是一模一样的。给我闭嘴！说句感情这件事，我把你舌头割下来，你信不信？我信不信？我错了！哼！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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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 啊！
不是他啦，我不是他。我知道你不是他。我是葡萄了，葡萄了，我是菩提了。哎，我真的是菩提呀、啊！你，哎呀，懒得理你，我先走了。真是不行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怎么，你的那些兄弟不是在什么赌房，就是在妓院啊，没一点正经的。你懂什么呀你？富家少爷的生活每天就是这些。所以说呀，你赚钱的方法呀，也就只有这些了。我爹呢，常跟我说要取长补短。你等我借了钱把这地契拿回来，我让你长长见识。你还想着去赌啊？你没发现吗？刚才你那两个兄弟摆明了就不想再跟你有任何关系嘛。那两个人说实话，他爱借不借我无所谓，但是那几个人呢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绝对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。人心难测。哎呦，至尊宝少爷，你怎么这么久不来呀？姑娘们可想死你了。你乱说什么呢你？啊，人家来这儿每天就是喝酒，啊，我从来没有对这儿的姑娘们乱来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对，您只是喝酒，喝酒之后你不叫乱来，叫乱性。这话不能乱说，饭可以乱吃，明白吗？他们人呢？都在屋里呢，我带您进去，走。吃的挺香啊！哎呦，至尊宝大少爷！哎呀，大少爷，今儿们怎么想起我们三个来了？不会是当了帮主，把我们哥几个给忘了吧？这么久没见，先自罚三杯。哎，三杯就算了，今天胃不太舒服，一杯吧。啊，行。今儿个就让你随便挑，随便选。怎么说话呢？没看见嫂子在这儿？哎，我张嘴张嘴张嘴，不愧是大哥呀，这眼光真不错，漂亮。别乱说话啊，这可是我的好朋友，就是过来陪我办点事儿。能带到这来的朋友不简单。就是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福气呀？啊，就别想了。你这么貌美，小弟我还单身，哎，要不给我介绍个姑娘吧？没事儿，干体育的没事儿就拿出鞭子这样，这锻炼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其实呢，我今天是有事想求于各位。这堂堂大哥怎么能说求字呢？这不是折煞我们宗兄弟三个吗？这就是。其实呢，这个我们家你们也知道。哎，大哥，先敬大哥一杯，来来来，大哥一杯，来来来，大哥来先喝。敬大哥，来，就敬喝。就我们家，大哥，鲍鱼我都点好了，四头的，一会儿就上，你稍等一下，坐下喝一口。其实我就是想向大家借点钱周转一下。大哥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最近被家里经济封锁了，也就剩今晚这个狂欢了。哎呀，大哥你也知道，我家吧一向不比你们家。还有，我家最近新进了批货，钱全压在这上。哎呦，这个我知道，是真的，真没钱。就是呀、啊，也不是兄弟不帮你，这实在是无能为力啊。对呀、啊。来，今天晚上吃好喝好，全算我的。来，走、啊，快快快，吃好喝好。哎，大哥。哎，不是，你是谁呀？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呢？我说我是菩提呀。真是菩提。真是啊，真是。
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抛弃我了吗？还跟着我干嘛？哎，那都是脾气话，你别当真。嗯，可是我当真喽。你就这么绝情吗？人家现在功力呢，已经恢复30%了，所以我不需要你喽。你不说你罩着我，那算不算输了？刚才我差点被……嗯，看心情吧。丸子。正好，你要了金吗？难怪他恢复的那么快呀。这个女人呐，我不得不说你啊，佩服。吸那个猪头的精力了，胖子，过来，过来呀！春春，我为你做了一首诗，你要听听看吗？哎呀，啰嗦啰嗦！你不是我的春春！阿娟，哎，我不知道我是谁啊！哦，我不听你读诗，就不是你的车了吗？你吃了鸡肉，却没给我留下一丁点鸡骨头。从这一点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春春。算了，说你到底是何方妖孽？我的春春在哪儿？哎，等我起来。我的鸡呢？是不是不把我的话放在眼里啊？想死啊？可是什么可是？我已经什么已经？哎，鸡汤在锅里呢，我这就去给你端。快去啊！啊，我已经把鸡汤给他了，他又要。哎呀，他这人脾气不好，这可能也不好使了。走，爸，干嘛呀这是？你恶心，你猥琐，你个死葡萄啊！你凭什么变成我春春的身体啊？你给我别回去！你给我别回去！你别回去啊！我做不到，放手。变做别人，却变回了自己的肉身。哎呀，我不是受伤了吗？你是知道的吗？受伤之后法力不行的，变女人比较容易啊。女人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呀，肺活量也比较低呀，所以我消耗的法力也比较低呀。我变她比变我更难的，你知道的。我是一个猛男嘛。哎呦，你就欺骗我的感情。你一定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我曾经以为你善变的性格是为了引起我对你的注意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你们根本就是两个人。你们两个，一个像秋天，一个像夏天，确切的说像冬天。所以刚刚我说要给你读诗，你却没有报答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根本不是我的春春。太容易得到，我不喜欢。女人是山，我却爬不上去。女人是海，没有小船。女人是马，我却没有草原。我喜欢挑战。说起来我也算蛮专一的啊。回答我。好的，我回答你。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你自己呢？我是真心爱他们的，我有什么错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为什么对你像冬天一样的？因为我爱上的女人都是冷若冰霜的女人。错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爱过你。你才错。你们说说，是不是卸磨拆桥？是不是过河杀驴？回答我。不是。很好，那么你说
是什么？是卸磨杀驴，过河拆桥。这个都不重要。那么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吧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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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能让这种卑鄙小人继续害我们的。你们不知道，他们一伙变成村山十娘，跟猪八子里边。太就这个人，他特别坏，没错，坏，相当坏。我进去再等着。你们有仇啊？哎呀，他一天吃了我们那么多只鸡，等大当家回来了，我怎么交代啊？什么？把我们鸡都吃了？对呀，对呀，鸡都吃了，都破坏生态平衡了啊！你说这麦秆边全是虫子，这虫子相当猖獗啊！你瞅瞅，你瞅瞅，我你瞅瞅，太那什么了，八爷！你们听好了，我们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！赶紧的，瞅瞅，瞧瞧！你都已经知道我是谁了，你就把我放了吗？你绑着我也没有用啊！哎，有办法了，我变成葡萄，我就可以脱身了。我怎么那么聪明啊？大意了，你刚刚说他们都不爱我？对啊，你看看你自己。也不检讨一下，你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子啊？肥头大耳的，脑满肠肥的，你是那个被人爱的长相吗？是被人爱的那个性格吗？是被人爱的那个身价吗？你有汽车吗？你有房子吗？你有坦克吗？你有游艇吗？你有钱，钱吗？骗子！嗯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呀？你就是想用这种谎言来伤害我。要趁我伤心欲绝的时候，要趁机跑掉。你这个坏人，差点上你当了。他们会不爱我？天地良心呐，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坚强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去暴揍他。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走，走，走，走啊！你们一个个缩头乌龟呀，干嘛呀？走啊！哎，宁，你现在是三当家，对吧？你应该这边请。请。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当不了老大吗？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帮主那样的霸气。突然你觉得这是对呀，这就是对，不对也对。突然又觉得。其实我早就听出来了，你刚刚那些话呀，都是为了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呢，虽然是胖，可是我五官清新脱俗，有没有？嗯。虽然我穷，但是我的性格豪爽，也算是时下最流行的霸道总裁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，你这个坏老头，别再打歪主意了。等我回头把你交给我的主人，你就休想再欺负我。你们有机会了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放开，放开，变！哼，好你个菩提呀！你竟然这么龌龊！哎呀，我绝不允许别人冒充我的女人啊！你的什么？主人，走开！菩提老祖，你好大胆子啊！竟然敢冒充我！你啊！你啊！我说，错没错？错没错？谁叫你作弊的？我作弊呀！
我这叫智慧、聪明、有脑子，哪像你那么笨呢？净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啊！坐享其成，你冒充我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不是男人啊！这我得跟你说道说道了。少废话！你要干嘛？从今以后不要让我的剑掉离岸！啊！兄弟们，抓住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杀！走！你们是不是想造反啊？想动他？想过我这关？哎呀，造反？不该是你想造反吧？哎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二当家现在彻彻底底不是我们的人了。杀！等等！我就是看不惯你们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啊！弱女子。弱女子，你说她是弱女子，这个，我看你真的是活腻了。这里没你什么事儿，看得出来他们冲我来的。哎，我知道你是想保护我，但是你是我的女人。什么？你？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毫毛的。二当家现在抱大腿比吃饭还快。兄弟们，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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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这个叛徒！走！在我身后藏好，一会儿打起来会很血腥的，不要伤着你。兄弟们，布阵！谁先来呀？谁？一起吧。让你这个叛徒叛变！你这个叛徒！主人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我很快就打赢他们了。主任，我搞定了，主任，你看见了吗？搞定，你搞定我了吗？都给我听好了，把他给我带到猪圈去，绑起来，没有我的命令。谁都不能把他放出来，不然的话，统统把你们都给杀了！滚啊！你跟我走。在猪圈待了这么多天，身上太臭了。随便你。不是你没事吧，主任？主任，你是为了我才受的伤，我太没用了。我的精力吧，把衣服穿上。我不，你
受伤了。坐下。你知不知道，这句话从来都是我对别人说。让你坐下就坐下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别自作多情，你死了，我找谁吸精力去？我死不了，除非为了你。哎，我皮糙肉厚的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你放心了，我去给你烧水。是不是死了？哎呀，别碰我！报仇不成，被人暴揍不说，还认错了人，丢脸。没事儿啊，你看我们不都认错了吗？对，再说了，大家都是自己人。你们敢吗？那臭婆娘说了，只要我走出猪圈一步，她就把我们都宰了。你信吗？我信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信的话，就中了她的刀了。什么意思？她现在杀不了我们，她受伤受得很严重。你不信，问护管。可恶！要不怎么说让我们一直杀鸡给她补身的？肯定不行啊，三刀家，你呀就出去吧啊，他不会怎么地。不行，万一他没有受伤呢？万一他是装的呢？他就是喜欢吃鸡呢？哎，等，我出去。但是，孙大家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当他知道你不是我的时候，我们的计划早就成功了。看我中不中，我们试一试就知道。走。好久。来，你也喝一杯。我，你不也受伤了吗？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何良策啊？很简单，第一步，先把鸡藏起来，不能让他们继续吃了。哦，藏鸡翅。对对对对对，如果鸡要没有了，大当家回来肯定责怪我们啊。对呀，三当家这是救了我们一命。什么呀？第二步，这个。先把鸡藏起来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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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藏起，藏起，藏起。主人，我实在哄不了了，主人。啊！好了，我了。不中了，我说。嗯嗯。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？我敬你酒，你敢不喝是不是？喝不喝？猪八让你开心，开心啊！开心？不开心。我实在是喝不了了，主人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。喂。嗯。嗯。那么晚了，我不要吃东西，会变胖的。我要保持身材，吃多了。会像你一样胖的，没关系。即使你变成像我一样胖，你还是个漂亮的胖子。我漂亮吗？漂亮。五岳山之内，谁敢说你春三十娘不漂亮？我猪八弄死他。可漂亮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不还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吗？还要被我最亲的人背叛吗？漂亮有什么用呢？修炼成人有什么用呢？不还是没人懂，没人爱，没人疼吗？我懂你啊。你懂啊？嗯。你懂我有什么用啊？要不是我身旁躺着七头猪，可能我早就冻死了，所以我才叫猪八呀。那你比我幸运多了，你还有七个兄弟姐妹呀，我只有一个，还不是蜘蛛啊，还是一个白骨精啊。可是我那七个兄弟姐妹，他们也不是我亲生的呀。怎么不是你亲生的？但至少他们是猪，我还是个人啊！谁说你是人？
这里就是一头猪。我就是恶人，你连恶人你都不算，你就是只蜘蛛啊！你知道，就是蜘蛛八条腿的蜘蛛。过来，过不过来？你敢再说一遍试试？我没说什么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就说你是个蜘蛛，那你也是个漂亮的蜘蛛，对不对？主任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你说你这么多年，再怎么说你还有个姐妹陪着你。别跟我提她，你也比我强啊。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当年人们发现我的时候，我身上什么都没有，连封书信都没有，我身上只有这块玉佩。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，他也不知道我是谁。可是，我只知道他对我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俩才在一块相依为命了这么多年。不是你对我这么好，不如把他送给你啊！不要。我知道。你是嫌弃这个东西是跟着我猪八从猪圈里来的，不稀罕，我自己稀罕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其实有的时候你温柔一点其实挺可爱的。我以前也很温柔的。什么时候好啊？好饿呀！快点！来，小晴，来。我先来，我先来。你使我出入人间，我不想在山中为妖，一心只想开个酒坊，平凡度日。直到那一日，我遇见了他。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子，薛天杰。他教我用心酿酒，还为我的新酒命名。他陪我习字，教我写下我的名字。他还与我约定，待桃花盛开时，与我一同酿造桃花酒。他的出现，让我对即将到来的春天充满期待。